话五千，快五千。来要什么？我想看看你怎么样包。随便看。很好的，包得很漂亮。没有。是鲜肉了吗？这个是肉。告诉他扒皮吃啊，不能是直接吃。反正龟老现在也都知道。肉很大颗的，分量很足的。谁买我跟你说说，真的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这个龟老不帅。头发弄得邋里邋遢的。来，粽子还有肉，肉的粽子还有六个了啊，不买没有了。我要三个，快点单，要不谁点单，谁先上手为强。最后三个肉粽啊，没有了，一天的粽子就结束喽。